最接近的时候，我跟他的距离只有0.01公里。57个小时之后，我爱上了这个女人。我没有想到，他说了休息，就真的是休息。There must be a change somehow.我跟他最接近的时候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.01公分。我对他一无所知。6个钟头之后，他喜欢了另外一个男人。